恩典365365天，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话语恩典和大能里面。这段时间我们分享到撒迪教会，这个教会真是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很大的提醒，提醒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基督徒呢？我的教会在上帝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教会？这个教会神说暗明，看起来它应该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这个教会可能很活跃，但是主说它是沉睡的。你知道一个沉睡的教会不一定没有事工哦，不是大家都不动才叫沉睡哦。一个沉睡的教会可能忙得不得了，但是主说他灵里面却是沉睡。那个沉睡不是 不做事，那个沉睡是不会回应。你知道好像一个睡着的人，你碰到他不会回应，你叫他跟他讲话他不会回应。什么不会回应？当神对教会讲话的时候，一个人的生命是不会回应的，这叫做沉睡。可能每个礼拜都坐在那里听到，却听不到神对我说话，而就算听到了没有回应，不会回应说，主啊，你在说的是我需要生命改变，主啊，我需要调整，主啊，我需要谦卑，主啊，我需要降服。听了但是却不会回应。我在说什么是沉睡的教会？一个沉睡的教会是不会回应神的教会。就像我们在宿舍里面，很有意思啊，我们几个念大学的时候，四个男生住在一个宿舍里面，有一个人比较早去睡觉，睡那里，我们其他三个人在那里讲，大家笑得不得了，开心不得了。他睡着，那人没有感觉，他有没有听到呢？我们就在他旁边呢，很大声呢，那些音波一定也进到他的耳朵里面，但是因为他睡着了，所以没有回应。甚至有一段我们在讲他的，开他的玩笑，他也不会。如果他醒过来，他就会起来打我们说：“你干嘛讲我？”但是他不会，为什么？因为睡着了。上帝看这个教会是一个沉睡的教会，就是当神不断地对他们说话的时候，他们没有回应。所以我们需要灵魂苏醒。如果不苏醒呢？接下去神对这个教会讲到说，他说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，我几时临到你绝不能知道。主说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继续这样下去哦。主不断地呼召他们醒过来，醒过来，苏醒过来，你们要苏醒过来。但是如果人不回应，不警醒，结果是什么？主必再来。弟兄姊妹，这是整本圣经给所有的基督徒或者是全人类一个重要的呼召，就是认清一个事实，我的主会再来的。而再来的时候是那个审判的时刻。你知道那个意思好像是什么？就是老师对那群调皮的学生说，一定会期末考的，一定会期末考的，而期末考快到了。也许学生说不会啦，没有啦，不，我不知道哪一天考，但是一定会考，一定有期末考，所以好好的预备吧。这里讲到神呼召撒底教会醒过来，因为只有一个醒过的人来的人才能够好好的预备迎接神。我们需要预备自己迎接神，因为期末考快到了。求主帮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，我们不断地被提醒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主快要再来了。主不是不来，主也不是单言，主是宽容。这是在彼得后书那里讲到说，主一直说他要再来，主快再来，主快再来。我们用今天的话来讲，2000年过去也没有再来。你以为主是随便说说的吗？不，主也许延后了那个期末考，但是不是不考，也不是单言，不是主随便开玩笑，主是宽容我们还没有预备好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像撒迪教会一样，主说警醒，醒过来吧，好好预备。你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来，这里讲的好像夜间的贼一样，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，但是他已经提醒了，他一定来，他一定来。求主帮助我们在上帝的恩典当中警醒预备，因为主必再来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求你向我们的心说话，让我们醒过来，真知道不是期末考不来，是一定有期末考。
主啊，你不是单言，你是宽容我们还没有预备好。主啊，求主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迎接你，这是我们的祷告，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趁着今天还有机会，预备好自己，调整我的生命，对准神，预备迎接他。全世界